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TV 博物馆。我今日要介绍两项作品。第一个是法国的斗牛犬，是一位台湾少年人所做的作品。狗仔人甲狗仔的角度，用狗仔的角度看到不同款的世界。然后你继续行，会看到一个天才在看你。这个天才，伊是伫咧吉米博物馆的作品，伊是对希腊的神话故事中来的。在希腊的神话故事中，伊是负责传达讯息的女神，伊是金枝的，都是的，因为吉米博物馆才来公民。